这个是 Nolan Anaheim 两房两卫 Plan One， 然后是 Land Sea 做的，它的层高都是九个 feet 九尺的层高，窗户做的非常的多。这个两房两卫呢是在边套，非常的明亮。我们再来看看。OK， 这个是主卧，反正两房两卫，主卧。它的这个三楼也是九尺，然后这边四个窗户，窗户是非常多的。然后这里有个 walk-in closet shower， 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房间，也是有很大的窗户，然后这个有一个标准的 closet， 这个有他自己的